主要要赶这种沉下来，主要还是靠这个腰，包括带动前臂、带动手腕，手腕的这种力量要出去的话，这样的球的弧线会非常好。谢谢。方面的话，大拇手指头要这种发点力压住一点，完了这个食指应该来讲抠住一点。反手应该是应该是算两个手指头吧，这个两个手指头在顶在这个地方，这样的话它可能会更固定的这个版型，包括它的力量可能会更集中一些。主要还是后面这两个手指头它顶的，包括前面这个就是大拇手指头都要这种去发力顶的会更多一点。这样的话，它可能让力度和这种速度会都能体现。
反手的时候可能应该跟正手现在可能食指这个可能抠的会稍微紧一点，这样的话它会反手的这个力度就往前送的这个力度，因为靠食指来这种发力嘛，包括后面应该来讲都是一样的，后面也是用两个手指头顶住，但是主要是前面的话，大拇指头的话，只是这种轻微的这种来控制住板面型，但是主要力度要在食指上，食指能够给它这种往前送，会更多一点。最主要我觉得是一上来的这个很多我看过这种业余的一些选手，包括就是他们在刚学反手直板滑板，他们手腕会就是晃动的非常厉害。我觉得因为靠这个肘关节，它是一像轴一样的，把这个来带动前臂跟手腕。这个地方固定住的话，这样它的动作会越来越这种固定，这样的话你发力到后面的时候再加质量的话会越来越固定，不会说一上来有些人我看就这个手腕晃得很厉害，包括它这个地方打开的也非常大，因为要靠这个地方来当一个轴一样来这种锁住这个地方。那可能在发力的时候到了一定的时候，这种腿包括腰它转完到，但也是要靠这个地方来，这个要靠这个肘关节来当一个轴一样，最后发力的时候把它送出去，还是后面那两个手指头吧，因为需要靠两个手指头顶住的这种力量，还是要这两个力量还是会大一点，因为毕竟再加上食指的话，它可能会把这个板型固定住嘛，主要是，因为你手指头顶住的话，包括这个抠住的话，你手背你想这样变也变不过来，它自然就这样。主要是可能手上吧，前面这个一个是大拇指和食指，它会有一个来回的这种控制板型，因为到正手的时候要用这种拇指多这种压过来，然后等到转到反手的食指可能扣的会紧一点，反手可能就是拇指会稍微这种力量不会压得这么死，这样的话它会要靠食指来把这个板型控制，要靠腰来这种来回转，包括它的腿上这种重心要这种稳，因为不可能说在你一边一下的时候还是这个打摆速的时候还是把重心放在一个这种脚，可能会重心放在中间一点，这样的话你的来回转换的这种速度和这个节奏就会好一点。
所以说可能我们换一个位置，这种站位的发球可能会对对手的这个影响非常大。再一个但正手位发球主要是想把对手引到我的反手这个左半台来这种进攻，因为以前呢站在侧身位发的话，对手大概都知道你怎么抢，但现在可能站在正手位发的话，会给对手造成一个这种混乱的一个迹象。发这种钩子的话，可能手腕要抬，手要这种抬起来一点，这么使劲的话，它可能旋转的两个，一个是往右侧，一个是左侧行，所以它两个旋转是不一样的。这样的话，对对手这种板型控制，板型和控制旋转，对他们也是一种这种要求也要非常高。可能稍差一点的话，对于我们这种抢攻会有好帮助。在发接触球这一下的时候，这个动作的隐蔽性和这种在接触球这一下的时候，你手就做这种假动作。再一个就是在发球的落点上，要不出台的话，要发到这种离你这个球网稍微不会说那么近，要近的话会一个是碰着网，再一个会出去很多。所以要发上旋和侧上侧下的话，你的手法这种在这种提的时候，在往上提的时候，要有一个这种假的动作才可以。主要是这种有的时候上侧上是直接这种拱去了，但有的时候你现在。像现在发如果侧上的话，可以再做一个假动作完再往上提，这样的话就让对手一开始接触球的时候感觉是下旋，但是接在手上它会是上旋。We'll be right back.
背面发球的话，你要把板型必须要抠到特别的这种平才可以。所以主要是靠，一个是这个食指，它这种把它抠过来；再一个就是拇指要能够，这个拇指要能够把摁住这个这边的板，这边的这个握板的这个地方，这样的话才能使上劲儿。如果说你要是光这么发的话，它发过去的时候不会发很转，因为这种的话会能把这个旋转发得很强。要拿这个拇指顶到这个位置，拍把的这个后面这个地方，这样的话才会有一个下压的这个力量。下旋的时候主要还是靠这个腰，包括带动前臂带动手腕，手腕的这种力量要出去的话，这样的球的弧线会非常好。如果纯靠前臂的话，不加手腕的话，它只是一个这种过去的速度不会很快，如果加上手腕的话，接触球这一下的时候，一瞬间它过到对方的台子上的话，球的速度非常快，人要重心下来一点，因为拉下旋的时候它球是这种非常低，拉完以后你人马上要起，重心要起，这样的话它手抬高才能这种从上往下这种去撕，这样才有进攻性。We'll be right back.
拉下旋的时候，它板面要稍微亮一点，这样的话它会把这个旋转这种制造起来。再一个，拉完以后对方防过来肯定变成上旋了，这样的话板手会抬高一点，板型也会相对来平一点，这样的话从上往下撕就是属于一个进攻的一种态势。下旋拉完以后，你要靠你的这种腰在这绷住劲儿，这样的话才能把上旋的这种力量顺势才能顺势转到上旋。在正手位拧的话，可能你的相当于右脚右腿要重心要过来一点，这样的话因为发在这边你的右半台，所以说你要重心过来的话，这样才能使上劲儿。因为发到反手位的话，你可以这种人站的稍微这种偏居中一点，就不用重心这么过来，这样的话有助于在反手这种发力会更顺畅。手腕要赶这种沉下来，要这种沉下来，这样沉下来的话，在接触球这一下时候再往前送的话，这个力量是会很大，所以旋转也会很强，有一个侧下的一个力量。而且有的时候要看对方发过来的球，你也可以拉成下旋，也可以拉成侧旋，也可以拉成上旋。你想拉侧下的话，
这个球应该击在你的这个左侧下的这个方向，这样的话球过去是一个这种下旋，如果说你要是拉上旋的话，重心要往这边过来，要往右边这种过来一点的话，相当于要拉在这个右侧面一点。看对方这种搓过来的这个球的这个高度，包括操对方控制你的这个质量，如果是在正手背的话，可以我觉得拉这种球的这种右侧面，这样的话会把球包住，你的这种保险性也会这种加大。如果对方搓在你的侧身位偏中间一点的话，可能拉在左侧的左侧这个位置好一点，因为这样的话它的弧线在右边的话，它弧线是非常长的，在球台上走的，完在左边的话，也是说你侧身位的话拉左边的话，相当于也是这种它在球台上走的弧线也是一个大的弧线，主要还是靠这个腿，最后靠带动这个腰，最后完了紧接着在手，其实手上发力不会很大，主要是靠腿跟腰来带动这个前臂，带动这种大臂，如果纯靠胳膊用手上发力的话，可能你的力量还不会最大。
要是正手发的对，在正手位发的话，发到对方的相当于也是，右半弹，也是正手位。一般大概对方都会接到我反手或者是中间短球，这样的话我会拉到对方的正手位，这种直线会多一点。发的这个球，对方接过来应该来讲不会特别的这种狠，旋转不会很强，所以讲究是一个速度，主要是让在对方在近台接完以后让他推不下来，主要一个速度这种快一点的话，对你的抢攻就是威胁会非常大。抢攻的一个点要快一点，球一落的话，你的这个上升点，包括你的手腕要往前送的更多一点，就是相当于像往你的这种，往对手的这种右边的这个左半台、右半台去的多一点。还是一个手要固定一点，因为防守的这种你的点不能说像在进攻还是按进攻的点，所以要站得稍微近一点，完了根据对方拉的球，你的手一定手板型要这种要固定，不能再像进攻的时候手腕这种去甩，这样的话防守就不稳定。如果你板型固定的话，对方拉过来球你要找对方的点，脚下也要去动，这样的话你才能把对方拉过来的球旋转，这种在手上能够停留。
Thank you.